春寒冬了，学了，懂了，倦了，醒了，花也谢了，开了，船离岸了，等不到退潮。从前没计较到底多少事，多少事少，不希望未了，渐渐觉一切重要，一切亦有需要，得到后弃不了，从来没有，哪会发觉有缺少？是为什么需要奋斗，战战对手不能停留，才能令到责任和成就，却未能出现随时随地赤脚到处去走，别问为什么我要走。事业梦想感情亦有我共无忧，不能回头，占有太多但是没理由。荣总嘅果然冇估错啊！佢话阮小姐你一定会嚟法庭听审。你似乎为咗李英，你乜嘢险都肯冒。我唔够你斗，我唔玩，好攰，我跟你翻去。你真系终于肯放弃？四开赌场嘅人，今日点啊？佢系龙四要嘅人，龙四敢同我争，叫佢嚟见我。四哥话迟啲自然会去介佢哋。荣总，你个伤势睇嚟唔轻，你尽快去医院。唔该啦。你四哥开到声的，他想在这里住几耐，没问题。多谢你先。
因为我想过，除了你这里，全上海没得地方，连外国人都不敢去。喂，四哥，你使唔使同我咁客气啊？其实我自己都想见识一下，究竟系咩女人咁叻噶，能够令到荣总为佢神魂颠倒？的确有佢吸引人嘅地方。系咧，我够钟开会啦，走先。志伟，我验你个情。四哥，阿神，可以派人揿住荣照添，但我怕唔揿得好耐。得，你今晚同我约荣总去春风宴度食餐饭。好，阮小姐，叫我透明得啦。你就放心喺度住几日，嗰几日我会派人带你离开上海。我喺度瞓一晚，听日自己走得啦。你咁样做，你真系陷我龙死于不义。你一系我徒弟，亦都系我最好朋友。佢话要我帮佢，我一定要帮佢。佢话要我帮你离开上海，我一定要令到你离开上海为止。我想见李益啊！你而家唔可以见佢，喺咁嘅情况底下。你见佢，只令佢难过啫。你放心啦，我唔会眼白白睇住你嘅死。为咗间赌场，我唔觉得要搞出咁多事。而家搞到老二死，老三跛，究竟你有冇想清楚？成件事系咪咁简单咧？你已经被判死刑。我觉得乜都够啦，由今日开始，我希望大家唔好再搞事啦。四哥头先讲翻说话，究竟咩意思？即系话我哋全部错晒？佢唔系，而家系俾佢杀死嘅，判佢死刑，简直平咗佢。或者四哥真系有佢嘅苦衷咧，我一直都相信系咁。如果唔系，四哥绝对唔会帮外人，唔帮自己嘅兄弟嘅。八哥，你点睇啊？我觉得如果真系有苦衷嘅，可以攞出嚟大家讲嘅。系咯，如果唔系，好似而家咁搞落去，大家做兄弟都冇咩意思啦。若浮，喂，起身啦！嗯，咁多钱咩？喂，雪儿咧？冇啊！喂，唔喺度啊！唔喺度？我明明等咗你瞓我至瞓噶喎，去咗边啊？佢唔系咩啊？咩啫？佢听审翻嚟都好地地噶。哎呀，最衰都系我啦，瞓咩觉咧？哎呀，雪儿啫。喂，吓死我哋啊！你去咗边啊？我咪去咗买餸咯。咩吓死你哋啊？我以为咩？做咩买咁多餸啊？我谂住一次过煮晒阿姨最中意食啲餸，等佢开心下。系，你今日探李益探咗，不如去摆低啲餸先。喂喂喂，你真系冇嘢？我有乜嘢啊？可以同阿姨食餐饭，我已经好开心。小春姐啊，嗱，我都话咗噶啦，佢会长大噶嘛，雪儿学识点样面对唔开心，但系我唔明白啊，你都要学啊，一阵间去探李益啊，佢一啲都唔伤感嘅，你知唔知啊？知唔知点解？因为知道有啲嘢无论点样，佢都已经发生咗，唔开心又系咁，开心又系咁，所以雪儿你采取乐观嘅态度接受，明唔明啊？有排都未明嘅傻女，
咗。泽芬，有嘢同我讲。我平时都好少同你讲嘢啊。已经过咗好多噶啦，有啲嘢唔系一定要讲到出口嘅。我睇你就学到好多嘢噶啦。陶贵成日都想我收佢做徒弟，我唔肯。你知唔知点解？其实学嘢唔需要一定拜师傅，师徒只系一种形式，系一种名分。你识得喺我度偷师。咁咪得啦！以后就要靠你自己。师父，我已经再冇机会教你。唔系，我拜你为师，唔系因为我想学啲乜嘢，系因为做你徒弟系好有意思嘅。我唔会收你做徒弟。师父，我唔系你师父。龙四先就系，我死咗之后，你一定要拜龙四为师，学尽晒所有嘢。但系我怕我自己做唔到。我叫得你去做，你就一定做得到。你个人好直接，好简单，道就系咁样，乜嘢都唔需要你，只要赢，切忌复杂。有啲人净系练，乜嘢都唔得，就连一世都唔得。泽芬，你要记住，学尽龙四所有嘅嘢。多谢夫人，你对你嚟讲，系咪叫我沈胜挑比较适合啲？沈胜天已经死咗，所以我哋之间嘅恩怨早就了结。我今日嚟，只系想同一个好朋友。我先有问题，我应该早十年前就认识你。我都是。他是谁？是我朋友。他很傻。所以我还当他是我朋友。兄弟，不要那么傻了。还在这里做电灯胆，陪我出去喝杯。仲猛？哦，探长，再见，再见。
兄弟，喺度谂紧咩？谂紧好人冇好报。咁你认为点样先系算好报啊？其实人难免一死，死并唔系报应，报应系你喺死前得到啲乜嘢。咁你唔再拜你啲探长啦？自从我第一次见佢面开始，我已经原谅咗佢。点解啊？点解你一判咗死刑，你会咁失落？因为我佩服佢，所以失落。点解你佩服佢？你唔需要答我，我明嘅。其实你嘅答案就系点解我会原谅佢嘅答案一样。我仲有一个问题，点解探长要我拜龙四为师啊？要你拜龙四为师？是啊，他要我学着龙四所有。或者他想你帮龙四啊？帮龙四啊？小兄弟，这个批牌送给你。先至走啊！我知道你好挂住李英，不你放心啦，我决定咗救佢，我唔会睇住佢死。嗱，今晚我就带佢出狱，呢件事完咗之后，我亦都会安排你哋喺第度见面。嗱，透明，我听日会派人嚟带你走。嗯，嗱，有两个朋友嚟嘅，我谂系佢哋。仲可以见翻你，我都系。你哋慢慢倾，我先走先。你系咪听日走啦？我几惊你唔肯走啊！不过小钟讲得啱，佢话你一定会明白噶。佢听到话四哥救咗你，就会即刻要嚟见你，仲买咗件衫俾你啊！我差啲唔记着添，你睇中唔中意？好靓嘅，唔到我哋咁快又唔再见到面。其实可以认识到你哋，我已经觉得好开心，好足够啦。点解女人永远都要为男人担心？男人就只会为朋友而操心。其实我话女人聪明就真，女人只系需要负责担心啫，但系男人要为我哋卖力，几好啊！不如咁啊，我哋嚟一个约会啊，十年后我哋大家见一次面啊，好啊，我赞成。但系喺边度好呢？十年后嘅今日，不如喺四条马路嘅博文学校嚟，好吗？好啊。全上海，我最中意就系嗰度噶啦。嗯，我都系啊。嗱，咁啊当真噶啦。十年后，我哋不见不散，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
好意思啊，咁急叫你嚟，我就想你通知阿雪儿一声，叫佢三日后去见阿李益。我会带李益去呢度，到时叫阿雪儿同佢会合。但你千祈唔好话俾雪儿知事，三日后先同佢讲，因为我怕雪儿会露出马脚，俾人知道我想救李益。你打算救李益？我赶住开会，系咁先。Just leave Li Yi for safe, please. You can't just let the criminal out of jail. You're right. Is somebody going to be executed? I ask for your support, and I respect you all. I expect your respect too. That's what Chinese say. If you give me 1 foot respect, and you will be returned with 100. But if you won't be my friends, never mind. I will leave Shanghai.All together with my 39 casinos and 3,600 staff. May I remind you all? I can do that in one night.过两日我会出门，有件事我想拜托你办嘅，我想你哋同我送一个人离开上海。咁咧，常坤，你同我送阿宇明偷走，宽，你就同我睇住赌场。好。我喺度等四哥得啦。呢度系另外嗰三分一嘅钱，件事完咗之后，你就可以收晒所有嘅钱。多谢上爷，你肯定四爷会带李益走咩？我谂除咗龙四自己之外，我系最了解龙四。佢唔单止会带李益走，仲会同佢好痛快咁到一场。正坚，我有一个心愿，就是在你死之前，大家痛痛快快地赌一场。
呢度系上海最偏僻嘅地方，绝对冇人骚扰我哋。龙腾四海，凤舞九天。我哋两师徒，我识嘅你都识，不如今次反璞归真，大家唔用仙术，大家赌运。赌乜嘢？呢铺赌经历，赌我哋呢十年嚟分开咗所发生嘅事。如果边个输咗，边个就要坦坦白白咁讲出嚟。好，赌廿一段，不分庄下。千门门规第一条，六亲不认，只认钱。四海皆通，不通情。上场无父子。大家都系十年前，我唔要挨。你真系一直都冇变过，心地虽然，但系一到赌台，你又中意冒险，中意险中求胜。呢次你输运，你曾经同我讲过，险中求胜在乎一个胜字，险而输，宁愿唔好冒险。你记唔记得我讲嗰个说话？我仲记得你同我讲过，赢就赢，输就输。而家我输咗。你问啊，讲俾我听，点解会嚟上海做巡捕？自从同你分开咗之后，我走咗去东北，横扫东北三省，直至到去长春，俾东北倒把暗算。当时我中咗枪，仲间接累死咗雪儿嘅爸爸妈妈。呢两只手指就还翻俾佢哋。由嗰阵时开始。我觉得赌好残忍，所以退出江湖，但隐隐于事，我就拣咗上海。由跟你学赌开始，我唔知赢咗几多条命，所以我拣做巡捕，想话帮翻人，希望可以赎罪。赌本身根本就冇事，但系一牵涉到利益问题。咁就算系筹款做善事，都会变得好丑恶。好，咁我哋唔好谈原则，我哋谈风花雪月，开怀大醉。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花职你话事，十八岁嗰年你做紧咩？我喺广州大胜赌妖招阵道，我开始成名。葵仙都系你话事，你边一年封咗赌神？三十岁，三十而立。
阿一啤你话事，你呢一生最无憾嘅系咩？娶咗船。十仔都系你话事。你呢一生最遗憾嘅系咩事？嗰一年同你决裂。你计一走。如果你输咗，你要破戒陪我饮酒。喺赌台上边冇得唔赌，你即系局。冇错。我 too bad。我跟，我走嚟。少年听雨歌流水，红烛昏黄烛。壮年听雨客舟中，江阔云低，断雁叫西风。如今听雨争路下，发已声声也。悲欢离合总无情，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。有心事，无论你几咁潇洒，都总会有心事嘅。或者有样嘢可以同你解开一件心事，系阮明透叫我交俾你嘅。佢已经离开咗上海，而家应该喺上紧路。你估四哥系咪已经送走咗李益噶啦？我呢度有封信，你可唔可以帮我交俾李益啊？都系唔好啦，都系等我离开上海先啦。我谂佢会中意见到我自由自在嘅时候，先至寄俾佢嘅信。放心啊。四哥安排好晒啦，常坤会好安全咁带你离开上海。英哥，你电话。喂，赌场俾人放火，我尽快翻。常坤好准时嘅，佢应该到噶啦。你唔好行开，有氹佢。跟我嚟。系。常坤啊，系，我就系常坤。四哥叫我带你离开上海，系咩？你真系常坤啊？你唔认得我啦咩？我哋有见过咩？有咩？行得未啊？我行得噶咯喎。
你谂住用咩方法带我离开上海啊？好容易啫，要带一个死人离开上海，一啲都唔难。你谂住要我炸死啊？你知唔知道我同龙昭添最大唔同嘅地方系乜嘢？李明道，对不住常君，这件事我同成哥交代。点解？为了沈胜天，沈胜天就是李英，亦即系我仇人。我有一个由细玩到大嘅好朋友，就是东北三省赌霸王勇。佢七年前被李英杀咗，其实呢个仇我一定都想报，但四哥保佢。我知道这个仇可能一世都没得报，不过这个女人她就是李益的好朋友，我就要李益尝试一下失去了好朋友的痛苦。所以你就开枪打死她？我已经将阮明泰带去安全的地方，四哥家大的事我已经做完了。常君，我欠你一个人情，